本土演员欧冰一出生就与众不同，而且还能感觉到一些常人感觉不到的。我较早囡仔拢会叫十米仔嘛，为什么你知无？因为我多了一只指头，但是三岁就被卡掉了，三岁就动手术割掉了。咱就是怪人嘛，唔捌拄过安尼啊，跟绿岛都敢若我一个尔，哪会知影给载出来？但他异于常人的不仅如此，他还能感觉到一些常人感觉不到的。骑摩托车过去那边就会有人丢石头，就会听到按载我一个，载我一下啦，载我一个啦，喂，就是有这种杂音了。旋律岛最阴的地方就是充满谜样气息的燕子洞，它还有个相当恐怖的称号，叫做鬼洞。那里可不是开玩笑，就连在地人经过都觉得毛骨悚然。只是我若大概过燕子洞吼，我拢爱大声唱歌咧，我因为大家惊拢会麻麻咧，因为人家讲说，等下牵石头啊，等下用花啊，所以你会怕嘛，就会唱歌啊，唱快一点的绿岛小夜曲过去，然后才不会怕，小时候会怕。林奕顺害怕时就会唱歌分散注意力，但没有人知道他身上其实留着母亲平埔族的血裔。阿彬妹妹说，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7:30，台湾大搜索频道不见不散。